快进来了，夫人。亲家夫人，新娘子已经来了，您看看。当然要好好的看看。刘媒婆，俺出来办。新娘子，外面有一些不清不楚的扬言，你阿娘的意思是进门前要先验他们。我家娘子清清白白，为什么要验？你们这是糟蹋人！哼，他要是清白，干什么？我验。